大家好，我是六年二班唐瑞鹏，我是六年二班汤玉成，我是六年二班廖子贤，我是六年二班杨应德。我们要推荐的好书是《光头躲避球队》。志飞是一个体型微胖的小男孩，总是动作迟缓，球类运动更是如此。但是某次的躲避球比赛中，却意外入选球队。在魔鬼训练里，他曾一度想要放弃，但为了证明自己是有毅力的人，他决定努力下去。志飞最后到底有没有成功，请你自己来解约。我们要推荐的原因是，主角志飞在艰难的训练下，不但没有退缩，反而还更加努力。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毅力。而当同学遇到困难时，我们应该给予适时的鼓励，让他有信心面对困难。最后，我们要学习主角永不放弃的精神，才能向成功更进一步。谢谢大家。